我告诉你们直观的杆硬和杆软的区别，杆硬就是出球快，杆软就是省劲儿。那这个抽起来球，你们看这个出球的感觉和抽球的速度就不太一样，看到没？因为杆硬啊，那抽贴球发力，比如说霸王杀或者手指杀或者点杀那种突击杀，来一个这种杀球啊，它就会很快。那杆软什么好处呢？杆软就记着行变容易省劲儿，就它打高远或者重杀，就这个拍子更省力一些。你可以跟我对拉，我告诉你们直观的杆硬和杆软的区别，杆硬就是出球快，杆软就是省劲儿。但是它球速呢肯定不如杆硬的快，它但是杆硬的拍呢对发力技巧就要有很高的要求。那哪个杀的重呢？啊，杆软的杀的可能重一些，杆软的要杀，个人感觉杆软的杀的要重一些，杆硬的杀的快一些。